好，第二道了。啊，你等一下拿一杯水，他，你去接他的时候，你把水给他。一杯，我拿一罐给他，这样。你要跟他交接吗？对。我就顺手交给他，然后他就过磅。好。好。好。你的装备就是不一样，太夸张了，要照后面，还要照后面，是要截取吗？好，三七分是不一样，好，七分三回合加总起来最少分手的分，好，是我们正赛的金星，于大师装备还是齐全，好，感谢，前后都有，对啊，你这个要申请专利吗？你要不要开个国旗嘞？对啊，已经在录了吗？已经在录了，已经在录了。但是这样才是正的。那可以骂脏话？对，可以啊，你骂。你在我背后骂都会录起来呀。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因为他把他那个pin板应该是在对面才，就是不是他比赛的时候把那个 sensor 不知道是往前还往后，是啊，你平常练习你看得到，板子应该在对面，就是我过去的时候看到我的成绩，而不是在过去的那个 moment。没有，其实你平常来，你冲线看得到自己的成绩，那是因为在前面，对啊 ，sensor 在前面，对啊，484，哇，厉害，更快嘞。没有，那个是哦，我以为 Tony 啊，我以为 Tony 484现在4883，嗯，对啊，应该前五应该没问题，我猜，哦，还是第三。他刚刚说最快48。我跟第四。好，目前我们的车子在进行，它是进行，然后现在是在参加吗？那麻烦我们第二棒的车手，好，第二可以准备了，第二棒的车手可以准备了。由于正式赛呢，我们是踩单圈进行竞赛，所以说有经验的车手就会来。你这一个礼拜有来练吗？没有来练。那你多久没开？就上次给你看成这边是。我也半年多没开了。开车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还 OK 啊，这感觉是不用去，只要你路线 OK。对啊。有的阿飞正式出现。485。嗯，又更快，比较快，没有啊，刚刚4840。好，目前占据第二组的17号车，17号车48秒。哦，刚刚18号车做的这个最新的单圈18秒点三零，18秒点三零。再快一点点，485再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好，我们的12号车的单圈也不错，18秒点三，18秒点。要排第二号。
点，然后好快，十八点三，十七号，哎，十八号，哎，有没有更快？四八五。四八六。哦，你们超快，你们第一耶！他没有成绩哦。第一啊，第一啊，第一啊！四八三，最快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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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。在棒车手下车的同时，麻烦第二棒车手迅速衔接。好，我们第二棒车手，请。准备啊，这个比较好。第一棒到着装区，没有称重的话取消资格哦。反记得下来一定要称重，下来一定要记得到着装区称重。哇，只有我们一人拿一支啊，可以吗？你检查一下。好，看来好像大家都准备好了。OK。好，我们第二棒测试赛开始。
速度太快的话，我们可能会进行判罚的动作。好，记得到左上去称重。好，来，我们第二棒车手，第二棒车手下车，记得先去称重。好，第二棒车手下车，记得先称重，先称重哦。我多少？四八三了，有了，四八三。好，第二棒车手下车，记得先称重。好，我们即将进行的是我们第三节的测试赛，好，一样为期五分钟。那我们测试赛结束之后，就会开始我们计算每一队的好每积分。那我们积分最少的队伍，就是我们今天正赛的 PP， 好，正赛的头位起跑。所以说等一下下来垫子也可以拿下来测，因为我们还不够。哦，我没有，我是后面塞毛巾。好好好，给我塞毛巾。测试赛，下一场我们安全帽都一样。他这做的蛮像的啊，对啊，你看这个，到时候可以跟他借。
休息。没意外应该有站的。对啊，没意外应该可以站。那车子还很平稳，也没有感觉特好，感觉加速也没特别的很稳。你朋友就说是很平均的，啊、真的。正常来的，没有那么借的。对啊，我跟他借，要不然不够。这样才0.6。没有，他0.5一包，我们0.5包。就这样1.5公斤。对。所以说，反正等一下下车的时候，你下车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拿手帮你做安全帽，好，然后你就是回车，然后他也会给你带一个安全帽。水不放进去，那你那个帽套，往里面包手套，我这个黑的，看不到，我就把手套。你在场上给我的感觉，不要错，先走。我们车子竞争力不错嘛，啊，如果可以我吸着对手的线就应该 OK 了。Thank you.
上礼拜要练太多遍，他还说要来做表，还有时间来练，放了。